们现在就把房车停在这个坡上，这里有个停车场，这风景十分的优美啊。现在呢，我就准备带半斤出去逛一逛了。哎呀，半斤别跑，前面那里有一条步道的，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。全长 5.3 公里啊，走吧半斤，继续看一看。我现在呢就跟半斤在走在这个健身步道上边了，然后这个健身步道很长，5.3公里，我们走了一小段了，然后有的地方还是没有修好，比如这一段晃来晃去的，你看晃来晃去的。现在半斤在带我往山上走了，半斤说山上是不是景色更好看呢？走吧，半斤，我们往山上走一段路看看。半斤刚刚坐在这个木桩上，帅呆了。现在我们继续走吧，半斤，往前走，看看有啥。哇，这景色太美了。哇，半斤，半斤带我找到这么漂亮一个地方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观景点哎，太美了，半斤谢谢你哦。一直往这里跑，然后带到我上来，这里有一棵枯树，枯树横在这里，能够看到很壮观的景色。曼丁，哇、哦，你这个小帅哥，成了风一样的小男孩啊！你风一样的半斤。帅了，半斤是全世界最帅的，这条街最靓的宅。现在在原始丛林里边，在这丛林里面特别的凉爽，空气很新鲜，然后呢很多这个雪岭银山啊，这也太适合带狗狗过来玩了。虽然这里风景很好，但我们也是要回去了，我现在准备带半斤回去，因为小薇一个人在车上正在做视频，我现在带半斤也逛完了，准备回去了，估计半斤今晚呢也是会睡得很香哦，你看他的样子还不想回去哦，看他的样子。现在跟半斤回到来了，我们房车就停在这大坝上边。3、2、1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。细数你眼中的情